哈林、周杰伦、那英和大陆摇滚歌手汪峰一字排开，替大陆歌唱选秀节目定妆。好，大家看镜头。周杰伦首次加入导师阵容，看得出他有些放不开，时不时露出腼腆的笑容，这可让一旁的那英也跟着有些娇羞。肩膀不太给搭了，不敢搭啊。那英大开周董玩笑，称他已经是人夫，这肢体接触可不能太多。而周杰伦更透露，首次担任大陆选秀节目导师，心情相当紧张。其实蛮紧张的，感觉好像我是参赛者一样。对，那因为有时候都要看哈林哥丢话，对。不会，结论做得很好啊，周杰伦。哈林大方称赞周杰伦在经过其他三位导师的调教，已慢慢跟上节奏。而周董更发挥所长，指导选秀节目的宣传片。仔细盯着荧幕讲解每一个动作，周杰伦笑长兼壮中，出任导师又当导演，大赚奶粉钱。而老婆昆凌更秀出小周周的胎动影片。别让他受伤。真的耶，哦，他听得懂这种耶。影片中黄色圆弧状的部分就是昆凌怀孕五个多月的肚子，小周周听到爸爸的招牌歌曲，兴奋地跟着跳动，让一旁唱歌的昆凌姐姐和昆凌兴奋不已。看来升格为人父的周董还真是家庭事业两得意。这篇于综合报道。